阿弟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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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说我大概看了快20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觉得真的很可爱耶，就是他的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他全部每个人呢讲完是说啊，请锁定我们三立台剧的官方粉丝团，然后只有他一个人，请锁定我们三立台剧的官方粉丝团，谢谢，就很诚恳，很诚恳，很诚恳。我是注意到那个你这么一段，就是很明显在念大字报。就是大家就是很呆萌，就是请锁定三立官方粉丝团的那个那个超可爱，请大家锁定三立台剧官方粉丝团，然后那眼神就是在看到那个官方粉丝团，然后还傻傻就谢谢，超可爱，然后就真的你也看很多次哦，不过人是这样讲起来像我们姐姐在那边一定很多人看的超对啊，一定很多这个婆妈什么喜欢这种真的好 Q 哦，呆萌呆萌，超开心。害羞，好害羞，就是要逼他，就是要逼他，逼他，我们好可爱，可爱，你的小心，看你们家，你看我弟，小鲜肉的，虽然在戏里都推我，现在推我来真的，我在跌倒，我觉得他有点大力，他力气，他应该是轻轻的，但是因为他是太短掌，一推我就。身强体壮，而且人家还怀孕呢、欸，对不对？但是对啊，怀孕呢，对，怎么这样子？虽然我推他还推蛮大力，我还有一次跌倒，对，他没有推到跌倒，因为我真的很气，我想说我要给他真实的很气的情绪，我就推，然后想说反正他那么大只推不倒，对对对，哎，他倒了、欸，惨了，要把他推倒也不简单哎，大力士，弟壮如牛，弟弟也是，加牛，张嘴哟。工作久了，哦，好了呀。对呀、啊，待会还会再打一次啊。他现在先叫啊，救啊！
舅啊！他不叫里面怎么会惊了？打电话那个，哦，来吧，叫一声。舅啊！舅，讲正常点。舅，可以。好，走到旁边。卖卵怕，再把它抱住，从后面把它抱住，从后面把它抱住，对，从后面抱腰，这样抱不到它。对，你妈呀，它那么高，怎么从后面抱上面？从后面抱住它，对，不是不是，说错了。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哦，不然后一抱你要起来啊，你不能弯屁股啦，谁？一龙，哦，对，对你屁股弯着干嘛？对啊，他后面是男生，你就弯屁股啊？哦，刚没了，刚什么？没事，有感觉到什么吗？没有，快点，才超好的。这么谨慎，会不会刚刚这个吃饭都不敢吃太多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刚刚就想说，那个吃饭的时候，本来很想要大扒白饭，但是你知道，要克制一下。哇，天哪！就是很嚣张，到底谁婚礼就穿一个大红色那样的，超嚣张。简直就是想要来抢走新娘风采的人。对，我完全是有心机的。只要吻他，把他吻到那个，一直把他吻到墙边，一直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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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。哎，给他吻到那边，对，你也可以往这边来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哦，啊，对，太多了，差不多，哦，过来。严小琪，我准备结婚的人了，新娘在外口等我，你安尼是要创啥？准备六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咱已经结束了。丁龙，只要你会结婚，我会挂手机，我会讲钱，咱拢有机会啊！先让我缓一下我的情绪，我现在还在热血沸腾当中。会不会觉得这个新郎也不好当啊？啊，这个新郎，哇，这个新郎真的是艳福不浅的新郎，好不好？在结婚前居然还有突然来一段这个哦激情戏这样子。没错，还是在小房间里这样的。对啊，这种非常隐秘性的感觉，很刺激的感觉。那你是不是觉得不够？刚刚这样子，对啊，才露个香肩，就觉得真的是对，我觉得哦。没有，我开开玩笑。那、啊、你觉得微微他表现怎么样？他那么的，他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刚我真的觉得演戏就是需要这种对手，因为他都来真的。对哦，我被他亲到有点痛，而且他刚刚有一幕就是突然的就扑上来，然后他的牙齿应该是牙齿吧，直接就咬到你，直接就给我扣上来了，扣上来撞到，对，撞到。Oh my god！ 真的傻眼。对，他等于你要把它吃掉。我真的就是觉得就豁出去了，豁出去。对啊。是不是是你最近这个尺度最大的一次？怎么样？对对对，你的头发。对，是最近尺度最大，而且应该说，嗯，我从来没有试过强吻别人的这种剧情。你私底下也没有？私底下也没有，我私底下也不会有那种想要强吻人家的那种冲动，你知道？对，但那一天，哇，那种满满的就是对情绪，然后就希望说可以赶快把一龙给然后拉回来，我抢回来，毕竟他要结婚了。对，拉到我的身边来的那一种激动感是真的，我就是觉得真的豁出去。而且你从门这样看，就等于那种压抑，对，好不容易把他抓进来，对，因为你之前他都这个臣服于你的美色嘛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想说再把他用一样的方式把他抓回来，对。所以我在其实这场戏要准备之前，我都自己一直
其实一直在培养着一个情绪，是觉得那一种明明我们两个应该要非常深爱，可是他现在却要离我而去的那一种嫉妒心，我就一直在酝酿，一直在酝酿。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紧张到，其实，在开始前我手都在抖，就是，但那个抖不是说我好像真的很紧张，你有进入情绪，而是对，我那时候就哇哦，突然那种感觉满满，对。而且你也没手软啊，你看你拉他直接撞门，哇，超大声的。当然啦、啊，我这一场就是要 man 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，好不好，全心全意就是爱静柔这个新娘子，对不对？易容现在的这个设定都还是就是没有，对，就是非常的，其实是一个非常专情的专情花花公子。对，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是花花公子有分很多种，就是可以同时爱很多个的，也有不同时段专情爱一个的，但是时间管理啊，时间管理，哎、欸，时间管理，时间管理大师，一龙呢，基本上就是时间管理大师，没有错，所以就是现阶段呢，我是非常的对季龙是非常专情，是，所以你意思是说之后可能就。欸、可能就不一定了，是吗？不一定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这个的话，当然未来的走向，其实我自己也蛮期待的啦。就是易容到底会是继续当一个时间管理很好的花花公子呢，还是这个乱七八糟的？你知道后面的场景就是你的老公跟秦乐的场景的小房间。那演戏人真的是疯子哎！就是我前一场还看着他们在那边演偷情，然后我现在要在那边出嫁感动，真的很难切换。而且那女的还给我穿红色，就示威是怎样啊？冤魂哦，充满敌意哦。哎，那你刚刚在旁边看他们这边亲热，你什么感觉？这两位演员这样？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不愧是合作过的。你听说他们就是前不久才刚演过夫妻，虽然说我必须要说我跟黄宇仁演过夫妻三次，但是我觉得默契还是有差，有合作过是不错的，就是感觉比较放得开，然后彼此之间会比较默契，我觉得这是蛮好的，所以找伟伟来演是对的。可是你心里不会觉得有点吃醋吗？超级吃醋！我刚刚就是故意要来看这场戏啊，所以我一直在想说，导演会不会帮我加戏呢？就是比如说我们亲了一下，我突然从货柜里面跑出来之类。哎，韩小鱼来了，对不对？女神来了，不要刺激，因为20年没见过。来那个不好，你亲过老皮嫩肉吗？还是很嫩。加两颗。刚好去洗干净的床上等我。对啊。